温州的山水是空灵的，它不仅给予了浪漫的诗人们许多直接的灵感，也给中国戏剧史涂抹上了一笔亮丽的色彩。温州的山水是空灵的，它不仅给予了浪漫的诗人们许多直接的灵感，也给中国戏剧史涂抹上了一笔亮丽的色彩。
Thank you.
高明自责成是元朝末年。元朝末年。对，他写的《琵琶经》。他其实呢是这个地方的人。南齐祖师。这是高明的塑像啊。那么这周边那这一溜啊，包括我们这边这么一溜，都是高士诚的事迹，他写的《琵琶记》。从宋氏南渡开始，一般史书上记载都是这样，说南徐是在宣和以后啊，我们就假定他是宋氏南渡，这样一直到高士诚写完《琵琶记》，这个期间大概是150来年。这个150年当中是中国南戏最繁盛的一个年代，它主要的南戏的主要特征，它可以这么来概括，就是说它以谴责负心郎为中心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来肯定啊这个温州戏曲会有那么盛行呢？从南戏之后我们遭到唯一的一个记载，那就是《齐海所谈》。这个书大概成书于明万历年间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有这么一些说法，就是说每岁每年呢，就元戏以后，就是元旦以后戏剧盛行啊，虽炎至酷暑，勿谓少错。意思就是说到了酷暑的夏天他还不停止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追踪一下这个记载，它可能是什么戏？当然它不一定是南戏，因为那个时期昆腔已经传入这个已经非常兴旺了，万历以后你昆腔，但是在温州这一块土地上，它的原来由南戏而来的这个声腔不会湮灭的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声腔还是当年南戏的延续。回忆是美丽的，也是永恒的，它像着流淌的江水和粼粼的波光，闪动在每一个温州人的心底。800年前南戏诞生在温州，极具繁盛。800年后，如何让这批古老的剧目跨越时空，重新在舞台上焕发青春，这就成了当代戏剧界，特别是戏曲故里温州戏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戏曲小舞台，人生大智慧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温州人呢是很爱看越剧的啊，这温州越剧团呢在温州地区，在镇南一带还是很有名望的啊。那我跟温州越剧团呢也是很有缘分的，他们大概演过我10几本戏吧，我现在有10几本戏是他们演的。这个我从小就开始看他们的戏，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特点的啊。一个呢，我觉得这个团特别敬业，从这个因为在温州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面啊，市场经济特别是现在啊，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啊，那么也就是说发财的门路可以说是非常多，搞文艺是赚不了大钱的啊。但是我们有一批艺术家，他坚守这个岗位，而且非常敬业，这一点精神啊，从这个50年代的他们的黄香娟老团长，一直到后来80年代，一直到现在，我觉得这个是一脉相承的，这是一条。第二条呢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就他们这个比较红的戏都是自己创作的。侬阿里来个？阿里来个？切！我的祖国为
起喇叭喇叭响，早起早早早早，晚上你去不算账，别啰啰嗦催两两，萝卜鱼那喊菜馆啊，大一碗没钱账，我前路里走一走，一生也是千个鸟，千个鸟。到早到早真到早，我是我生苦路自家掏。我随说弄根手不掉，阿姐夫来我这金丝猫。弄得我个说破你吹掉，落千条冬天更少，三千条冬天我来找，凡事前须到哪了，弄三千条冬天不来找，我打弄到中干死当去跑一跑，见你说叫来一路到青色歌唱大红帐不高，我要弄那中年年前的轨道，我在高发弄个女的闹，为什么俺是金丝猫，管他们那次刚考这个大大心不毛，管在弄着鸡瓜雕，弄着好眼里应该把团套，眼里是三岁婆苗，动乱细胞四次跳，不弄到狗路弄个四岁的女兵啊。真好比口气黄连我心里里呀苦，那婆婆拉他上楼来，总之夫妻从此苦谋，谁知他
气匆匆，多是说他是多虑不猜，我摆布我多迷多怕，谁为呀穷可怜我与满腹的委屈
七寸折扇，收不拢含情脉脉，欲诉还休。
三尺水袖，散不尽满怀心绪，悲喜人生。手能言，眼能语，神于曲外，意在词先。也许青春是懵懂的，也许训练是乏味的，可那双明亮的眼眸却真实地倒映着对舞台的希望与执着。长郎，你可认识我吗？娘子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是我娘子没有胆小子呀。我不是没有当小姐。哦，那一定是官宦闲职了。也非官宦闲职，我乃比不他礼。礼？礼什么？啊？长郎，长郎，你听我从长。君才瓦解私心层层，又令我到聚财富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没有胆女郎君比上非解怨阳。人间最难过滋味。
生大智慧，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Yeah!
温州的越剧它呈现这么多特点，它注重做工啊，那个时候流派还没有形成啊，大家都说好看，好看你就得做，要做得好。戏剧本身它是个综合艺术，说我们不能老停留在啊那种低回婉转如泣如诉的那种唱腔当中徘徊，我们应该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。这条新路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表演，从做这样去开始啊。我相信温州越剧它是有希望的。我的那篇文章里边我就提到了这一句话啊，这个新生代的崛起就预示着我们越剧，温州越剧将会有一个辉煌。
来雨可来官人哎先生弄去坐弄去坐哼，明天的天气再说。